入面有追蹤器，你見到醫生之後，找機會將止痛藥放在藥箱裡。燕仔，是。我想這裡有人受過傷，你查下全香港的醫院有沒有可疑人物求診。收到。喂，我們現在去哪裡？到了，你就知道了，不多你說。問一下而已。無緣無故做了綁匪，真是被你們累死。你又聰明啊！我老婆，我想睡覺而已，怎樣啊？我棉花出來幫我箱子消毒先，跟住我三個崩底幫我擔枕。這麼多瓶的，哪瓶才是有？你走開了，雞手鴨腳，這麼帶你來都沒鬼用。幸好我自小被人爆嘴爆得多，我都包到很猥瑣了。咩事啊？頭先我捉條僆仔嘅時候見到個阿婆，我驚佢。你搞掂未啊？喂，你啱啱搞掂啦？仲快手過嗰啲聖約翰救姜隊啊！嗱嗱聲同我執埋啲嘢轉兜，你唔好再喐個僆仔啊！佢頂唔順噶啦。又轉咁麻煩㗎？係啊，又轉啊！你執埋啲嘢，你同我搬條僆仔出去。等。快！行啦，知啦，阿婆搞掂佢。咦，唔见到个追踪器嘅，去咗边咧？喂，爽手啦，戆居居做乜啊？执佢咯，好似大镬，即系俾你班友仔累死。Check sir，check 过晒啲医院，佢哋话冇可疑嘅伤者入院。是解憂嚟，頭先應該有架車牌到，佢哋揸呢架車走。冇車牌好難揾喎。係汽車七友嚟，要鑑證嘅伙計攞去化驗。仲有，柯運輸處將所有道路監察系統嘅片 send 去我 office。我相信匪徒係坐白色嘅 4 van 或者七人車走。收到。阿大话未选到坐管之前，边个都唔走得。大佬，你叫我做嘅嘢我做咗噶咯，你放我走啊，我唔会爆出去噶。俾咗你走得咯，走唔走啊？唔系啊嘛，要喺度磨几日？喂，我啲阿妈唔见咗我咧会报警噶，你俾我走先。嗱，我发誓，我唔会爆响口吓。我信你啊。你跟他说啊。喂，我出面有条大波揽数未收，如果不开条友呢，他走了数，那怎么办？悭返啖气啊，你听不见他说咩？阿大话你搞定哪个都不走得。咦，有没搞错啊？收数都不得。那出到去你是不是不会即刻追我数先？我没那么衰的，在这里迟几日就照等啦。就是有什么衰人啊，识到你这两个人。我要厕所，等着。我知啦，一定是木室唔小心堵塞咗个伙计嘅通讯器，咁咪冇咗干扰咯。我知道啦，系陈欢喺身边条僆。唔使惊，我俾啲水小朋友饮啫。你是不是卧底？你做咩？我叫个僆仔咁辛苦，俾啲水佢饮啫嘛。咁多事做咩啊？出去！系出咪出咯，我使咩唔卧啊 ？Chuck Sir， 运输处已经 send 咗之前嘅道路画面过嚟。我怀疑匪徒系坐一部白色嘅货 van 或者七人车，大家留意一下，睇下有冇发现。Yes Sir。三号 cam， 顶停，停咗，松近啲，松近咗，再放大少少，我想睇下车顶嗰张系咩嚟，松近咗，点解佢车顶有张咁嘅嘢嘅？
呢架極有可能係匪徒架車，繼續跟落去，睇下佢去咗邊。Yes sir。Yes sir。Chuck sir， 架車入咗新蒲崗工業村。Pass forward， 睇下佢哋有冇出過嚟。係。冇出嚟。OK。贤仔、阿东、江仔、阿师，跟我10分钟后出发，其他人继续 follow 塔沙。Yes sir。呢个工业区有20多条街，成8栋工业大厦。阿东、阿江、阿师，你哋逐条街扫下，睇下有咩料。我同阿贤仔喺车度做 backup。你哋嗰边咩环境？苏温冇料到，我都一样。我呢边都一切正常。OK， 你哋继续啊。我哋揸车兜多转。知道。大家听住，七宝街有个电话档口。阿东啊，你过去睇下咩料。系。郭小芬一路望住振发工业大厦，好似系天文台嚟喎。收到，我哋会兜翻转头噶啦。阿师啊，你攞我手提电话去卖，试下佢。Yes sir。收啊！走啦！嗰度又喺度自言自语，应该有啲唔妥。应该讲紧电话，等我查住啊！你睇下 jam 唔 jam 到嗰条线？知道。Ready。他们现在在振发工业大厦。Good， 大家听住，老细在振发大厦，我会去起点 pick up 翻大家。Yes sir。李贤啊，你卡电箱啊？收到。大佬有啲肚餓啊，你唔要翻樹啊？呢檔嘢不嬲喺度嘅咩？好抽面口，未見過喎。不早。阿弟，邊有差佬？報警。好，就同你玩大佢。依家就 like 同 subscribe TVB USA 嘅官方频道，就可以即时收睇更多嘅节目精华片段啦。